操盘战将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操盘战将。来，节目一开始，这是大盘今天的走势，这是上柜今天的走势，上市、上柜、上市、上柜、上市、上柜，有什么不一样？有什么不一样？你看出来了吗？你从一些股票里面，你看出来了吗？这是涨的，还有跌的股票啊！我不知道你看出来了没有啊？我只想跟各位讲啊，今天呢，有些股票，我跟你说，不要急，你听我慢慢跟你讲。我告诉你，更好赚的时间要来了。更好赚的行情要来了，我绝对不是空穴来风，我绝对不是空口说白话，不是，情绪有料有本啊。各位，今天有些股票拉回来啊，他们在做一件事情啊，在做这件事情啊，后面是为了更远大的目标，所以他在做这件事情，真的吗？我等一下举一档股票做例子，我再跟你做个报告。各位，你对这个盘今天拉回一点，下跌了一点，你作何感想？你看法改变了没有？你有没有站在我的这边，我的阵营里面啦？有没有弃暗投明？还是你要继续看空？还是你要继续偏空？投入空方的怀抱，各位，你知道今天有多少股票，尤其是我的股票，在大涨，在创新高。你知道我们在赚钱数钞票的时候，我都有时候在想说，我在表达这些看法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够感受到，因为你没有跟在我的身边，或者是你没有来拿我的资料，所以你感受不到，你知道吗？你会觉得好像我跟你有一段距离。你没有那个 feel， 你没有那种感觉，没有那种心情。好，我一定要强迫你赚钱，我就不信这个邪，你赚不到钱。明明这个盘接下来会更好赚，各位啊，我知道大家在这边哦，我不去苛责这些融券啦，77万张，你知道这70几万张哦，已经创下这6年来的新高哦，已经创下这5、6年来的新高，哇，这么多的空单呢，大家看得好保守哦。奇怪，可是你们是不是看到我们的基本面有疑虑啊？跟没有啊？我看到我们的消费，我们的工业生产指数，它给我的讯息，它给我的消息而言，不错啊，没有像大家所想的这么糟糕啊。那台积电。台积电也跟你讲了，各位，台积电说他们的产能塞爆，欸，各位，难道只有台积电这家公司产能塞爆吗？啊，其他的公司，喝西北风，两手空空，什么都没有，然后工厂闲置，工人没事做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啊？森阳半导体，老师，你的意思是说这家公司产能也塞爆吗？我没有这么讲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竹科的一些人，我不知道你的人脉广不广。如果你有亲朋好友在竹科的话，你去打听一下，电话询问一下，打听一下附近，除了台积电产能塞爆以外。还有没有别家的公司的产能也塞爆？还有没有别家的公司最近订单接到手软，也是订单塞爆啊？你去打听一下。我常常在跟各位讲一件事情，我说第一手的情报就会有第一名的绩效。如果我要有第一名的绩效，我一定要跟其他的分析师不一样啊！我就好像是一个天线，你知道吗？你有没有看过天文台的那一种天线？对，
我专门吸，我专门接收，我专门接收现在最包含一些这边的，还有一些管道，特殊的管道。那我所得到的，我所整理出来的，我所分析出来的，各位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盘，如果啦，这个哦，就是我之前跟你讲的轧空呢，还有选举行情啊，各位啊，如果这个两个题材，能够互相搭配的话，能够在台北股市里面能够发酵的话，我跟你讲啊，我是为这七十几张的空，七十几万张的空单，我会替你们捏把冷汗。我不知道有没有空方、空头的人在看我的节目，在听我说的话，但是我跟各位奉劝一件事情：有些股票你真的不要乱空。我语重心长的讲，我不是在浇你冷水啊。我跟你讲，尤其是我的股票，你不要乱空啊！真的，你不要乱空啊！后面的人，那些幕后推手哦，绝对不会放空单一码的。哎，从现在到明年的三月份，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呢。就算他没有把你补在最高点，也会把你什么强迫回补在相对的高档区啊！你信不信？你真的不相信吗？欸，他们的野心很大哦，他们的企图心很强烈哦。我最近听到的有些空单啊，更正，有些股票，他看到他们手上的一些股票，哇，空单那么多，还看坏，还看空他们哦，跟他们对坐。哦，那这些，我跟你讲，那些人看到这些空单，真的是如获至宝啊，真的，这是股价推升的另外一种助力啊，另外一种的买盘啊。所以我跟你讲哦，各位啊，轧空加大选，哎，你要注意哦，轧空加大选。我再跟各位聊一件事情啊，我知道你们来到这边哦，就跟这边一样，你们上次有尝到甜头，有些人尝到甜头是因为上一次因为川普乱讲话嘛，所以快速的急跌下来嘛，然后空单哎不错，能够吃到不少的利润。可是问题是这次不一样啊。上一次的外资，他没有积极的站在多方，对不对？他没有连续的买超，跟这边一样哦。他跟这边是不一样的，各位。现在是时空背景完全不一样。那个时候是未确认，这个地方这个阶段，有些消息已经是确认了。你去看看最近中美贸易，他们最近要达成的一个暂时性的协议。如果这个暂时性协议能够达成的话，各位啊，我觉得啦。你要正视这个哦，美国对中国400项商品豁免加税啊，不用加税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很大的让步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中国方面最近也要派刘鹤过去，听说十月份要进行另外一波的协商，我认为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哦，因为美国川普也要选举啊，你有没有看到最近的新闻？连他的对手，我记得好像一位女性参议员，民调还比他高哎、欸，川普会很急啊，所以他会想办法啊，赶快啊，跟中国啊达成什么暂时性的协议啊，所以这个消息面，最近的一个消息面跟这边的消息面是不一样的，是两种不同的时空环境哦。你再看看外资，外资是密集的买超加上空单，各位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啊，我跟你讲。你看哦，最近的欧美的央行啊，不管是欧洲央行还是美国央行，都在做什么？都在降息啊。它降息代表什么？代表说它是吧，在市场上释出很多的资金啊。那这些很多的资金要往哪里去？会往哪里去？我跟你讲，如果他们流到亚洲来，台湾绝对是首选，绝对是首选。所以哦，我跟你讲说，现在哦。你不要太看坏这个行情啊，行情真的很好，有些股票未来会涨到让你觉得不可思议，真的，我没有骗你啦，我没有骗你啦，各位啊，你看，
Oh my god！今天再创波段新高了，36%了。我跟你讲，36%哦，看到 Oh my god！今天走势哦，我觉得还好，不怎么样。不过你不在我清俊的身边，你没有我的讯息，你没有来拿我的资料，所以今天有些股票拉回来，你会有一点慌了手脚。各位，你不要慌，你看清俊的节目，最好你能够来拿清俊的资料，因为我一直想说。为什么你都想说？哎呀，这边我给他就好啊，我自己来就好啦。啊，说我看你的节目，我看晚上的财经节目啊，然后看报纸做股票就好啦。哥们，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我们诚实以对好不好？你不要骗我，你也不要吹牛碰轰。你在这一段有大赚吗？有吗？哎，你不要骗我，有没有？你自己觉得啦。你真的在这边做多有大赚吗？因为你没有我的讯息嘛，各位，你有我的讯息的话，你有我的讯息的话，你看那个雍智科前一波9月20号11:01，11:05涨停板，再涨停，今天继续涨，各位，短短几天，第二波真的很好赚，真的很好赚啊！哎，今天早上还最高，还冲到222。有人问我一个问题，我觉得就让我有点啼笑皆非啊。算了，这电视上不方便讲，我就不要说了。我只想跟各位讲，各位来拿我的资料，不要担心，你来拿我的资料，我的股票，各位啊，你去统计好了。我每次在公开股票，你可以去算一下我的胜率有多少嘛？我教你好不好？我们教学相长嘛？你算一下我的股票的胜率，我的胜率高不高？当然啦，你不要等到我公开再去追。你看我昨天公开的股票，你今天跑去追，如何？你自己看，我就不用多讲了。第一时间来拿我的资料，就像这支股票，第一时间来拿我的资料，第一时间来拿我的资料。9月19号那一天，我就说来拿电话来拿我的资料，你不要客气，好不好？第一手的情报我愿意跟你分享，你来拿，你来贴，跟着我的，咱有赚到不？我们有没有赚到？打电话的有没有赚到？你有赚到不？这支股票你有没有赚到？哎，你现在在家里为我做见证哦，为我做见证哦，这一支股票你有没有赚到？很好赚啊，只是你都没有打电话来拿，你都没有打电话来贴，好不好赚？有够好赚的，这支股票，涨停板，涨停板，6月11号，跟着9月19号，611大于12:52，我56分印下来。各位啊，我再跟你沟通一件事情，你在看其他的分析师节目、哦、你注意一下啦，有这个，当天印下来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可信度才比较高、哦，你懂不懂？你知不知道？最近我又听到一些，我是教你看节目啦，你可以看别人的分析师节目 ，OK 没有关系，你仔细看一看人家在跟你讲的股票。啊，当天送的，你好歹当天印下给我看嘛！啊，你连印都不印，印个 K 线，我怎么会相信呢？是不是？不要说扣讯啊，当天的就可以了。各位，19号那一天，哎、欸，涨得不怎么样，是这个会吗？哎、欸，算蛮强的嘞。尾盘20号那一天成交7000多张啊。各位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我比某些人领先知道哎、欸。我在19号，赶快请你打电话来拿。今天跟你分享第一手的情报。哎、欸，有些人是第二手哎、欸，你们是跟他，你们比跟其他人比较起来是第一手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那天成交量7000多张？前一天1100嘛，9月10号7400，为什么？你看，所以我说跟你讲，说第一手的情报，我跟你分享。昨天呢、啊，礼拜一的时候，哎呀，老师没去啊，不会涨啊。你看，我把你们的心态哦，真实的反应、啊、
啊，这不会涨，你说这个会涨，你说这个是什么啊？会不会跟利基一样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各位啊，不要急啊，听我的指令啊，我一声令下，这只股票、啊、拉到涨停板，你赚多少？各位，9月19号你花1块钱打电话进来，20号你买在100，我算你买在101好不好？今天114赚多少？哇塞，13块啊！你花1块钱打一通电话进来，这一张一张一张多少？13000，10张13万，很好赚啊！啊，你就是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折善固执，还是说如何？各位，相信清俊，真的啦。我涨停板的也不是只有这一支，你们今天在车票上都看到了。我那天还在讲哎、欸，不是在这边，哎、欸，在哪里？哦，在这边。9月6号那一天，我那天还讲。你去看一下我9月6号的 V 那个节目带，我还写一个神乎其技耶。我呼应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我跟各位讲的，今天有些股票的拉回，对，就是在走这种模式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懂我意思吗？网龙3083的网龙，各位，这支股票来导播。必须啊，缺高，来拿的，验证一下。涨停板，很少分析师哦，这么丑的一个江波图也印下给各位看了，当天的走势，我还在那边写了4个字叫神乎其技，很多人那时候还不明就里啊，什么叫做神乎其技啊？啊，什么叫神乎其技啊？这一天呢，9月6号这一天呢，你们都不知道啊，因为你们没有跟在清俊的身边啊。今天拉到涨停板了，跟着我的，好不好赚？打电话的，我们怎么跟你讲的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有没有赚到？有赚到不？好不好赚？50%、50%、100万赚到50万。喂，50%了。我跟你说啊，接下来哦，我可以跟你透露一件事情哦，在这个第二个阶段里面哦，在这个第二个阶段里面呢，有些股票啊，最少应该是从这边开始起跳啊，这样子啊。你知道吗？大概从这边开始起跳，所以我要买的股票，我要选的股票，我一定从这边下手。我不是找那种5%涨10%的，然后我推荐给你，我请你打电话来拿。我跟你讲，那个叫浪费钱啊，那个浪费我的时间跟节目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会给你5%或10%的股票呢？当然不会啊。哦，老师你好大的口气，这不是口气啊，这不是臭屁，这是自信。所以我跟你讲啊，这支股票今天它拉到涨停板了、啊。我跟你讲啊，为什么休息了这么多天，今天旱地拔葱一根拉到涨停板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叫做资金的奥秘。老师，50%了，我没有，我又没有买，我又没有买在这边，那怎么办？老师，那还有没有下一支？还有没有下一支？各位，车标你都看到的，当然有啊。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？我跟你讲，这一支股票，我废话不多说，你自己看。为了筹码稳定，我不能让太多人上车。为了筹码稳定，我不能让太多人上车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叫做下一支的50%，它叫做下一支的50%。看字面上的意思，很简单，下一支50%，要不要？看各位的意思，我不勉强各位，真的我不勉强各位，因为赚不赚钱呢，能不能够赚股市赚到大钱，真的要看每个人不同的造化、啊。
啊，有些人愿意选择相信，啊，有些人选择怀疑，有些人选择保守，啊，有些人选择等待观望，或是偏空，这是每个人的选择啊。哦，我的麦克风掉了。卡就好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好了，也不能 NG 对不对？这刚刚应该算 NG 吧？这也不能 NG 重来，没有关系嘛，这样才是真实的，是不是？来，回到这张下一支50%，各位，我废话不多说，一通电话，30秒，你只要在这30秒，我刚刚你都已经交代我们的助理了，30秒以内打电话进来。这一张这一档股票，清俊就送给你，我就送给你。这一支股票，你知道为什么叫做下一次50%吗？我告诉你啊，龙工会啊，都讲好了，大户都讲好了。大户先前说啊，我跟你讲啊，龙工会啊，今天你能够在30秒以内幸运拿到的，我告诉你，我快速让你大赚。当然，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没有关系，反正1块钱嘛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这支股票30秒以内打电话来，你能够拿到。我跟你讲啊，你在家里帮我做见证，就好像大禹之，我那天请你来拿，为在家里为我做见证，这支股票今天有没有拉到涨停板？你有没有赚到钱？跟着我的打电话的，来，这一支，下一支的50%，今天。今天如果你打电话进来30秒以内你能够拿到这支股票，我告诉你，等我公开，你就等我公开，我一定要让你在家里有感觉哦，老师不对，我拿到的股票跟你在电视上讲的一样，一样什么？一样涨停板，会不会？我们拭目以待，我们慢慢的看这一支股票，下一支的50%，这一支股票各位，网龙50%，奥吉基，下一支你要不要赚？跟网龙一样的，要复制网龙快速飙涨模式的，各位，这一支股票它叫做下一支的50%。广告中的电话，30秒以内打电话进来，这一档股票送给各位，进广告。168战神专案，掌握精选标的，全力出击，掌握精准转折，全面获利。战神一出，谁与争锋？战神专线02-8512-5858，8512-5858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欢迎莅临，请搜索关键字亚太国际投顾，顶尖团队，顶级享受，软体下载，专业研究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02-8512-5858，全新的操盘策略，全新的尊荣服务，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02-8512-5858。亚太国际投顾，规划全方位的理财策略，掌握全世界的经济脉动，启动全市场最严密的机制。创造全市场最耀眼的绩效，亚太国际投顾，富裕未来，我们用心打造亚太国际证券投顾，放眼全球关键致富，02-8512-5858。168战神专案，掌握精选标的，全力出击，掌握精准转折，全面获利。战神一出，谁与争锋？战神专线02-8512-5858，8512-5858。骑车不抢快，出门没意外。操盘战将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我当时要写这两个字吗？
啊，你知道我当时为什么要写这两个字？都有我的道理在啊。50%了，各位啊，50%还会再更新啊，还会再更新啊。哦，老师，那我明天去买这只哦。我跟你讲啦，买这只，下一只的50%。所以哦，你现在哦，30秒以内打电话拿这档，不要想那么多，各位来电，30秒以内我就给你，好不好？免钱，不用钱，一通电话，飙股就是你的，一通电话，涨停板就是你的，这一只股票，下一只的50%，30秒以内，真的。老师，为什么不能让太多人上车？有人有交代啊，有人有交代，哦，所以没有办法，我也必须要遵守嘛。有人有交代哈，不能让太多人上车，所以这支股票30秒以内你幸运拿到的，各位你等着看，你就在家里为我做见证。当我为了把这支股票公开的时候，我一定要让你在家里非常有感觉。老师，我拿到的股票真的涨停板了，下一支50%，30秒以内来电，这支股票送给大家，我们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168战神专案，掌握精选标的，全力出击，掌握精准转折，全面获利。战神一出，谁与争锋？战神专线02-8512-5858，8512-5858。亚太国际证券投顾官网服务，欢迎莅临。